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火锅来了，豪华套餐五盒装，五种口味不重样啊，有米粉蔬菜火锅，还有脆皮肠火锅，牛肉味火锅，还有酸菜米线蔬菜火锅，29.9元五盒装包邮到家的。我先尝尝这两款味道，米线蔬菜火锅，这个是脆皮肠火锅，这个是米粉蔬菜的啊，给一包蔬菜包，再来一个米粉，我超爱吃米粉，然后里面带的火锅底料，还有个加热包，再来一个方便筷子，先给它按上。米粉，啊，这一包蔬菜包好多呀，确实。加点凉水，自己准备了一个福袋，搞里头，然后开始倒凉水，上面有先是水先，我倒水先可以了，好，这立刻马上，哎呦，油门上，哎，这再来个蔬菜火锅，里面是一包蔬菜，再加一包粉，米粉放里之前给它揉一揉啊，要很容易就粘里了，哎，再来个蔬菜包，再来个脆皮肠，这是我自己额外加的，再放一个福袋，里面没有福袋啊。做好了，我先吃这是米粉蔬菜果。哎呀，口味不错呀。我太爱嗦粉了。猪笋。尝尝我的年糕福袋，哎，脆皮肠，我爱吃这个笋，这笋，嗯。